们今天就是要把好运带给他们，真的是排除万难，工作都推掉了，就是要去两条。我们找到了，龙舟好会跑哦，太累了吧。Hello，我们是飞鸿女巫三缺一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去红三陪练。红三一直说我们三个是他们的幸运星，是因为之前我们有在抢的项目，他们几乎都是赢的。现在他们是落后奖杯的状况，下一周就也是很重要的一战。他们现在落后三杯，所以如果下周赢了三杯，就等于最后一周从零开始。但是如果他们再落后的话，就结束。不要说，不会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好运带给他们，真的是排除万难，工作都推掉了，就是要去。但是会来吧，不要练习都来。来，感谢你们，你们来我们就要赢了。真的？来哦。没有。我们今天是绿队，又是绿队。我们今天是你们随队侧牌，每一场都来。也只剩下两周了，好不好？要往前跑，可是要往后传。对，往前跑，但是要想办法往很前跑，所以往后传还是往前进攻。对，帮我们猜赢的游戏。但你只要可以带着球冲过敌人，这样子不被扯下蛋，不带了带蛋，不被扯下蛋。你看拉裤子已经很严重，如果拉蛋真的不行了。带蛋也太痛了吧！绑在不能摸的地方，就没有人敢抓。那我绑挺。哎，然后这场游戏就是不要让别人抓到你蛋，然后你要扯别人蛋起来。OK， 扯裤子可以吗？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哪一位先？兴趣是扯裤子。你真的会玩吗？我不会，我现在有点一头问。你好突然啊！你怎么没袋子了？我很小就这样出去了。哎，不错哎，你两个都在哎。这个绿队获胜。刚超白痴，刚我就拉掉之后，然后有人追，我就很快的跑，然后我就跑到对面去了，然后就哎，你出去。哇，有界限，有界限。你刚刚有跑到对面吗？好像没有。我想说那边人好少。我只知道我一直被王庭筠追杀而已。幸福，幸福的奔跑。拜拜，谁？Game over。第三季锅底打败第二季锅底。哎，真的锅底的对决。小心。哇塞！没有啊。哇，这手速可以哦，你是抓蛋高手。他像无影手，小心小心。好哟，安守教练。先跳的。四姐。魔幻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西西与主威的对决。西西可以晃倒主威吗？西西的速度跑不过。还笑，还笑。主威的手好长啊！你走开，走开。有点像老鹰抓小鸡的感觉，不能这样的，一定要这种。哇，女床员，不要再讲这句话。哎，这就是篮球晃人哎。你要讲几遍？这样平后是不是很强？我们要回去喽，拜拜，拜拜。